一见气不平，他要与木二人顾家争，第三三和冰凉争，他是一道劈死小王人，宋王爷才叫他把木儿来门，木第二摸红胡子求出成绩，他知道杨林峰本是他先生，他是宋宝的儿子也造的神，他与顾正祖母守太君，莫怪我本是孩儿的娘亲。元帅营守太君为国要尽忠，他命我挂帅去平车臣，无门一不为官二不为官，为